来了来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吕哥啊。今天下雨了啊，今天来给那个吉林松原的一位粉丝选一条血统金毛犬。咱现在到犬舍了啊，咱去看一下他的金毛犬怎么样。看一下，这是他家的大狗，金毛，还有哈士奇都有啊。从那里面看看去。老板呢？在里面呢。快下大了，快下大了，还下着雨呢，我这边。老板，哎，我看到锦帽了啊，来来吧。哎呦，真漂亮，这锦帽，都是血统的吧？对，都是松原的。你的锦帽头版颜色啊，特别好看。这玩意儿，这边牧玩意儿。哎，边牧。这边还有一窝小边牧，三通的啊，三通的也有，海盗眼的也有。这是哪种的？你也喂的够还不少嘞。对。哦，这大锦帽。对。那这边太暗了啊！漂亮，这金毛漂亮。这边也是，都是血统的金毛犬啊。咱参观一下他家这个两个啥狗啊？哦，这边也是一窝边牧，它都该出窝了。嗯，对，还有两个金边的。还有两个金边啊。金边得定走一个了。哦，定走一个了，定走一条了，金边预定一条。这边是比格犬，一窝比格。这会儿比哥这也该出窝了，哎，也能出窝了，这都能出窝了。现在这比哥价格啥价位的？这比哥？这个，这个黑白的，就是1600啊。这个呢，这个两色的，就是1000块钱。1000块钱。哎，双色的1000啊，黑白的1600。现在这个比哥没有正价，知道吧？现在这个价格还行。还能便宜买药吧？能优惠吧？哎呀，要多少优惠？要多少优惠是吧？哎，要多了可以优惠啊！一窝比格。这还边牧呢？边牧啊！来电，老板来电了。来了。这个金毛漂亮啊！这窝金毛漂亮，放这边上面看看。哎、啊，来，有人带狗转来。又来一个拿狗的。这个金毛漂亮，血统的啊，带证书带芯片。我看那个工人呢，老板。啊，你看工人。把我预定那个拿出来。啊。我前两天我给他预定了一条公的，来拿出来看一下。这边牧这边还有一窝小金毛。哎。这还不能出窝，有点小。完了，现在都出窝了，哪个是公的？这个，哎，行，我也管上来，管个叉，上面，那个磨的人又要了呗，这，这就是定过了，定过了，那拿出来看一下啊，三针疫苗全部做完了啊，哎呦，下大了，金毛得有10多斤了吧？十七八斤重了啊！啊，到这边来看一下，这边来了啊！亮，哟，这谁来拿狗的？哟，大老板啊！不是大老板吗？别弄错了，狗怎么的？拿狗的啊！管好，看看我这个来，都打的啥针呀？这狗？打的五千五，我今天拿走个返回去都多少钱啊？这个2500。哎呦，我这下个月来了，你给我便宜点吧。哎呀，这个，你看我的狗多带劲呀！你看狗是太带劲了。人家拿走一个，那个多少钱拿的？啊，那个2600，咱怎么便宜啊？拿的母狗呀。哦，母狗便宜呗是吧？啊，那我还要母狗了。啊，你放着我看看这个确实骨量确实大。嗯。血统的，你看双脊背啊，颜色各方面，头版也好看。这个2500，对，你说啥？你说对的价吧。下了个月我不给你磨叽了。你别说谎了，就是给他的一样钱，你别也两千二啊，也2200块钱，你拿走错了，你别给我磨了。2200，你凑个整行呗，2000行吧？不行，2000不行。不管，这狗就漂亮，恁那逼哥都该出窝了，就别磨。该出窝也该出窝了是吧？啊，
比哥也该出货了啊！你看这头版好看吧？你要有钥匙就上咱那。行，这个原理黑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个是吃那个那些吃喂啥喂的？他是啥？在这个屋里呢，他通风不好。哦，通过又干味吧？又干味，他就干味比较重，他就有对对对有这个。那你要那拿出来上外边喂啊，一蹦都好了，都没有了。你一洗澡都给它洗去了，一洗澡就没了、啊。你看人家家做的玉苗啊，都是全做好的玉苗。你看这瓶子都有，看，这全是自己打的玉苗，看见没有？每一个小狗都是三针疫苗之后才能出货，不然人家不卖。2000一斤，我再涨一百块钱。哎呀，那一个模子还是2200了，你这是2100？你关键啥？你都这一个工人了，还没法挑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。行了，爷们，你人家一百块钱，你要能挑完、啊，我都多给你加一百了，就这一个了，我也没法挑了，那都是磨的。那行，就那吧，你反正我都图你这个，你经常的上我这来买。我经常的来拿狗，关键你不光拿它，关键是你的狗到家，顾客他都相中了，养了都不恼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他都给我反映要，我这买那狗500-600-700，到家7000都死了。他根本他活不了那狗，对，他是每打一秒，狗都99%的活。对，这个狗确实，在人家那的狗养了多没事，这还是回头客的。哎呀，这回头客还是。那你这管？行行行，都拿这个，你抱下我看看来。你错，我这是你这是，常拿我的狗，你不拿我这我不能给，我不能让你这100块钱，你知道吧？我人家问我，我都放两天了，拿来。对呀，这个金毛漂亮啊，拿个拿走，这是吉林松原的啊，刚能发货。之前不能发货，那现在给他打包走了啊！喜欢的给吕哥点关注啊！咱现在给他拿到这个托运部了啊，绑的水啊，有水，这边都是发走的啊，这什么狗都有啊，这是吉林的。